Hello,星期二，哇，早上早上好，好。好美呀，今天。你打算怎么样？看什么呀？我这几天不是去医院吗？然后今天接我爸爸回来了，我要提前打扫家里，因为我爸爸很爱干净嘛。来打个招呼嘛。还拍视频啊？大家早上好，跟我一起去打扫房间你是吧。谁？你是谁？我是小新。啊，走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哦，小美阿顺也来了，来打个招呼，两个小鬼。Hello，Hello，hello. 你是谁？我是小美，我叫阿生。我们两个要干嘛？啊，什么？我想帮帮你。来，你们来帮欣姐打扫家里呀、啊！不要抱小宝宝了，看他在那边笑你们呢、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亲长，让他们两个，你们来帮欣姐扫地一下嘛，啊，打扫卫生一下。我家太乱了。还有阿生呢，你要干嘛？我真的不要哭了。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房间。嗯。我弟。哎呦，没有开灯呀。没电，现在停电了。你看我弟弟。哦，停电了吗？在家里，你看。哇塞，好乱呀！我出去几天了，他在家里，他搞我的房间变成这样子。挡了好多挡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要哭了。Hello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今天有小美阿婶来帮你了。我们又偷懒了，又来这里偷懒呀！过来帮一下欣姐嘛。他们来这里收拾一下，一个人收拾就行了，怎么要三个呀？小美阿生，不行，你什么态度呀？你要打人吗？不敢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哦，我学英语的书哦。你在学英语吗？对，我现在要学英语的。好厉害呀！英语在网上学还是自己学？自己学，你们看我的书。然后就是我在学的中文书哦，我有空的我就学一下。哦，好厉害呀！不是，这种书就是一半是英语，然后一半是中文的，这样。嗯，这样子你看。厉害厉害。这里是英文哈，然后它显示的是中文。没打工，挺好的。然后要不我也买一本吧。可以啊，我是用。然后你叫我好不好？我是用电脑学习的。我不会英语，我们三个都不会英语的。你们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们两个都搞坏了你们。阿生，你也太调皮了吧！真的，走，不要闹了，走了。我要洗个被子吧。我弟弟啊，他今天是去上学了嘛？哦。被子什么？都没有，比较好。这姐姐很辛苦呀、啊。没事，有弟弟也挺好的，有人欺负。你欺负他还是他欺负你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有弟弟也挺好的。小美还在认真扫地呀、啊。什么什么？你用中文说吧，我听不懂你在哪话。让你挑起奶论。你呀？小美。没知道。你刚刚说什么呀？
勤快。嗯。你看，我。拉你。勤快啊。我也勤快啊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啦？啊，你跟小朋友玩，你还是你勤快。阿生他帮，我中阿生他是帮信姐，阿生他是帮信姐扫地啊。啊，不是小美，你看他妈妈在那里玩玩的，你为什么要看他的宝贝啊？我中宝贝啊，这小朋友也来玩。来，哎，梅儿，叔叔阿姨好的，叔叔阿姨好，叔叔阿姨好，哪里？叔叔阿姨好，你看，哎，梅儿。你带他来这里照镜子呀，他要哭了，他又哭了，还给他妈妈快点，他又哭了，你没有听到他在哭呀？啊，这里有牛奶呀，牛奶啊，他不喝，他不要，他不要啊，不喝。他来这里搞乱的，不是帮你扫地呀、啊。你们玩得好开心啊，我也想跟你们玩。我们没有玩啊。你这不是玩，这是啥呀？我们做打扫。做打扫。美美哎。美美。小朋友，为什么要扫地呀？你看哦，刚才阿顺和小美帮我打扫的，然后现在呢，还是这么脏。哎呦，你们怎么扫地呀？小美呢？我刚才看到小美扫地的。我再扫一次吧。小美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信姐来拖。美丽，你们两个就是叫我是不是？阿森，你是这样信姐跳舞是不是？你们怎么跳舞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没有音乐啊！不要音乐，没有电，不要音乐。跳嘛，跳嘛，珊珊，跳嘛，就是你们来帮我扫地是不是？就是你们来帮我打扫。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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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你刚刚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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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，我还是要扫地。OK， 拖地。拖地。一个人辛苦拖地，两个人在那里玩玩的，跟小朋友玩玩的，走开，让他拖地。不帮他，还在那里玩。老姐姐还是辛苦。我懒得说他们了。你要拍片吗？你要拍照吗？小朋友，太黑了，不拍。没电了。今天没电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看。这里有。什么都没有。回来。没错。别来。我这么累了，你们搞事情啊？没有啊。我都要哭了。不哭不哭，不要哭不要哭。谁的脚那么长？你打不过我呀，我告诉你。这个我都白擦了，白了。
最爱跟闽南语了。闽南语了，你先冲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我的错，这是鞋的错。赔我！公平公正的。你们就是喜欢搞事情的。是鞋子，这不是我们的错。好累呀、啊！我终于也打扫完了。累不累呀、啊，杏姐？还行吧，习惯了。平时我在家有时间的，我每天都打扫的，那个就去医院嘛，比较忙嘛。嗯。所以呢，没有时间打扫。好几天不在家了，家里乱七八糟的。你们不要笑话我哦。没有啊，没有。终于打扫好了，那我们都是平时你拍到这里了，请帮忙点击订阅。按赞加关注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对，观众说完。拜拜。